妈，真让我猜着了。阿姨，你把事没说完份儿。哎，菲菲，咱们得赶紧找个律师，不管人家提什么条件，咱都答应。只要能把刚子捞出来，这事你别问我，问你亲儿媳妇去。闫英，你儿子方维刚，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成天就是闫英。他们俩是因为鬼混才被抓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出事的时候，他俩在一起，没他能出事吗？哎呦，菲菲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刚才还在里头关着呢，你说你跟闫英计较什么呀？我怎么不跟他计较呀？现在我田菲菲才是他方维刚的老婆，出这么大的事不给我打电话，他给闫英打电话，那有闫英的话，那我成什么了我？找你。找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说，你除了会花钱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对，我就是会花钱，除了花钱我什么都不会。那这事找闫英好了，别来找我呀。田菲菲，你是不想管，只要给你钱够花了，你会管刚子的死活吗？人家闫英现在帮着刚子，那说明人家那孩子仁义，哼，没把刚子当狗屎在那臭着。行啊，那这事就让闫英管吧。不管，不管行吗？这世上没有光占便宜不吃亏的。田菲菲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怀着刚子的孩子，怀着我的孙子，但是我也明白，这没出事的孩子不能挡着活人的幸福。刚子现在还在里头关着呢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，韩总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！韩总，给个解释啊！我们现在能说裁员就裁员。这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哎，韩总，来这么久了，对呀，那你们围着我有什么用呢？我会处理的，相信我嘛，各忙各的啊！哎，韩总，咱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袁助理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进来。韩总，谁给你权力裁员的？公司裁员不是我自己擅自做的决定，是万总在的时候就已经立的方案。再说了，现在公司的情况这么恶劣，如果不裁员的话，大家一块去喝西北风啊！裁员，走的人有新出路，留下的人有饭吃，这不是双赢的决定吗？过来坐吧。现在公司多事之秋，你这一裁员，人心浮动，人还以为我们万物生公司倒闭了呢。稳定，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，明白吗？那可是现在稳定不了了呀。那既然都稳定不了了，为什么不壮士断腕啊？壮士断腕，小戴，看来我还真是不了解你啊。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慢慢了解我呀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等你。武行长那边怎么样？不是答应贷款了吗？怎么又不贷了？韩总，我只是公司的副总助理，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是自不量力，越俎代庖了。你让我拿什么去跟武行长谈？拿什么去跟盛总谈？我师出无名啊！你要怎么样师出有名？你什么意思？要什么？财务总监、副总，你要什么名头？你跟我说，小丹，我给你。你觉得我是在跟你要职位吗？斌哥，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你明明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小丹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可我也明白的告诉过你，我们俩只是兄妹之情。斌哥，如果你婚姻幸福的话，我一定。我的婚姻用不着你来评价，原子丹。
水平镜，真的，你别让我养我好吗？我是谁的？你不能水平镜，真的，你不能水平镜。走，着急跟我们开会，我还约了牌局呢。陈学仪，杵着干嘛呀？赶紧的，快去啊！越来越高了。这方总的事儿呢，想必你们也听说了哈。哎呀，不敢早不敢晚的，非要等人家交警在查酒驾的时候往人枪口上撞，这起码呀也得关上个把月了。所以呢，这公司也不能一日无主，对不对？那这段时间呢，公司的任何大小事都由我来负责。喂，英子，我是你婆婆，你不认妈了？妈，到什么时候我都认您啊！英子，我都听说了，刚子出事儿，你是最先赶到的。好歹也夫妻一场，我不能不管吧？那是啊，英子，妈想求你件事儿啊，你刚子这不是出事儿了吗？他公司里不定乱成什么样了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公司暂时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刚才车祸那事儿，受伤的那个人说不追究刑事责任了吗？钱咱们也赔了，估计蹲几天就出来了。您别太担心了哈，这小妖精这两天患着呢，我偷听他打电话说是要到公司去查账，还要。
最好是外面的。好。妍妍，现在老娘当家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谢谢各位赏光哈，来，盛总、王长，我们万象公司独立出来以后，还得仰仗二位，各位也多帮忙啊！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来，来，来，动筷子啊！吃。我说韩斌呐，你小子是真有福气啊！这小丹这鞍前马后的去帮你，我这高薪请都请不到的。这年头，这一个女人她不为了金钱所动，还死心塌地的去帮你，难得呀。所以呀，你要对我这个干女儿要好点，否则我可饶不了你。韩总，您还不知道吧，盛总都已经收我做干女儿了。今天瞅着大家伙都在，我呢就敬我干爹一杯，当然了还得敬武行武叔叔一杯。这以后韩冰要是欺负我呀，你们可一定得帮我撑腰啊。来，你们吃啊。盛总啊，你太不厚道了，小丹这丫头不光漂亮还懂事儿，我都想收她做干女儿呢，让你抢了先。呀，武叔叔，那我这么好的话，你可得帮我跟韩冰多说道说道。我说韩冰啊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到时候我会准备一份厚礼。武行长，我要把水云间那个项目给我的干女儿做嫁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老盛啊，你也太大方了，这事儿如果尊夫人知道了，不得打翻一缸山笑深处啊。这个你可有所不知啊，小丹走的是男女通吃的路子。哎，就我那个老婆，一般的小姑娘还看不上眼，就是小丹把我家这个老婆弄的啊，整天的在家对她呀是赞不绝口。哎，小丹，你说说，你是怎么把这个更年期变态老太婆搞定了？哎呦，干爹，看您说的，我呀跟着干妈可没少学本事，我现在这淮扬菜做的那就一地道，改天请武叔叔、干爹还有大家伙一块去尝尝。好，尝尝啊。哎，我和他啊，您能不能把您那块地的用途给转转？现在公用用地哪能赚钱啊？还得盖居民楼啊！您二位都是活菩萨，总不能让我们那块地到时候动不了工，又给收回去了。对呀，干爹、武叔叔，你们可不能让我家这么个落魄户啊！这以后没吃没喝的可怎么办啊？我说小丹呐，你在老男人面前哭穷这招，练的可是炉火纯青啊！啊！该罚，哪有这么笑话干女儿的？来，大家一起吧。来来来来，来干一杯。来，这位是季琴，咱们新来的同事。大家好。哎，你看着面熟啊，是不是昨天大厅清洁那位啊？是。我说你们人事部是觉得我们设计部太闲，还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啊？扫地大姐也可以来搞设计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们先忙，不打扰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陈管理啊，您先看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说。谢谢您啊。嗯，去吧。哎，金哥喝多了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我们招待客户来着，金哥喝多了点，我先扶他回屋了。对不住啊，道歉。哎呦，这得喝多少酒啊？行行，跟他招不完那集，这招不完那集，我真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行，别跟他上这么大火了啊！你啥体格你不知道吗？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看。盛总阿姨，这阵公司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就一直没来见你们。小丹啊，你这当我儿媳妇的面就跟韩冰这么黏黏糊糊的，
你觉得这好吗？啊，妈，小南不是外人，您别想多了。我是不能多想啊，我就怕别人多想了。太晚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。我妈，韩冰他妈还病着呢。我不希望节外生枝，让老人家受到刺激。你们在外面怎么样，我管不着。可在老人面前，请你们自重。朵雨姐，你都不带宣誓主权的吗？哼，你好像也没宣誓主权。我跟你说啊，万物生这回算是气数已尽了。这万总一进去，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了。这方总才进去几天呀，这原子弹都要一手遮天了。还有那个田飞飞，一天到晚的赖在公司里，除了上网斗地主，就是管我们要钱。公司现在是群龙无首，简直是乱成一锅粥啊。万物生出这个事儿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倒没什么问题，这些事儿方总他都知道。只是度假村这个项目原定是划给万象的，划给万象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减轻一下总公司的财务压力。没想到韩冰那块非常强硬的把这个项目给踢出来了，不但踢出来了，还把几个赚钱的项目私自的划给了万象。这韩冰也太过分了，万总才进去几天啊，他就开始谋反了。那原子弹那才叫过分呢，典型的小人得志，这段时间把公司折腾得鸡飞狗跳的。韩总呢？韩总有事出去了。那我们等他。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，我能替韩总做主。你做主？把我们开除的事儿也是你做主的吧？公司重组裁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难道你们没有按规定领到薪水吗？裁员？凭什么裁我们呀？袁助理，你才来公司几天，凭什么说裁谁就裁谁，说留谁就留谁啊？就凭我现在的职位，韩冰不管他吗？嗨，没有昏君哪有奸臣的，这原子弹在公司里面这么折腾，韩冰对他是睁只眼闭只眼，我估摸着韩冰是拿他当枪使呢，反了他们了。喂，岳律师，我是闫英。就凭你这个小助理的职位，我看呐，是你这不清不楚的位置吧。喂，保安吗？来一下韩总办公室。我们还没离职呢，保安还赶我们走不成。哎，袁子丹，做人不能太缺德了，不然会遭报应的。算了，咱们走吧，这种破公司也没啥前途，一个小妖精当家，一个背信弃义，老总刚出事就挖墙脚，走。